有这一段呢，哦吼！天哪，用一个。哇哦！啊哈！他们用一个麦，我死了！哇！上课他们用一个麦，这太炸了！贴面舞啊！贴面舞，绝了！贴面舞都来了，用绝招啊！那我就用点鱿鱼丝，刚说是鱿鱼丝，用点鱿鱼丝，可能压不住。刚刚申哥说用点鱿鱼丝，鱿鱼丝，鱿鱼丝，那就有意思了。你看，就是有。今天有一个字不知道。你也讲的。有意思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要不要？我气花生。要不要？好吃，我吃了。你吃了？好吃。时间到，谢谢大家。鱿鱼丝，鱿鱼丝，鱿鱼丝，鱿鱼丝呢？可以跳起来。该说不说，有点口渴，可以给点水。盲盒也把这首歌曲开发出了一些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啥呀？谢谢，谢谢。哇，好有才华呀！是吧？我的嘴也可以叼东西，厉害呀！我不仅平时说话嘴叼，那杯子我也可以用嘴叼。是真叼啊！其实大家知道吗？七年前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当时雅轩去参加大师课，他对古先生说：“谢谢古老师。”古先生对他说：“不谢，你做得好。”又得播小宋那个《夜空中最亮星》，这一个节目到底要播人家几回？宋雅轩回忆录是吧？每次两个人站在一起就要提一嘴，好吧？那既然都提到了，我们来看一看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哦，请照。那像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不如播他的螳螂舞。还有更说，他在学校考试考形体课也模仿螳螂跳舞。真的吗？就大家想不想看？弹幕扣手起来！你看弹幕都是想看。哇哇，来！那我们有请宋螳螂。让他回去认真看这一期。但求疼。我相信的维维对这首歌曲会有一个最终的主权。哎呀，我来这边坐会儿，我顺顺我的脖子。坐坐南哥的味儿，感受感受。他马上就回来，你赶紧坐呗。哎呦，这么看电视能看全哎，多没出息！第一次正面看清了这个电视长啥样。不用歪头，不用歪一点点头。是吗？我一直以为这电视只有一半呢。好没出息。哎，你那边看是平的还是弧形的？这边跟那边是一样的哥。那边的风景会更好一点吗？这样有个大局观，知道吧？所以人为什么孙楠老师看的就是看得远，看得高。我现在都不习惯跟人正面对眼。要斜着看的。不习惯就看见别人正脸，都习惯了看侧脸。我变成了拱门，看着没？哇哇，这个漂亮！哇，你看，哇，变形金刚，杠杠。哦，是吗？我这边是直的。你看过那个版本《快乐老家》吗？哪一个？跟我走吧。没看过啊？我回补一下，补一下。但我刚才看到了一个包袱掉地下了，太尬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捡起来，捡起来吧，小伙子，接不住啊，接不住，包袱旁边，哎，画也掉地上了，哎呦，来，哎呦，接好了，接住，夹到我了。